今天的柴犬观察局要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铲屎官突然清空家里，柴犬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哎呦喂，平时欧卡最喜欢一出门就往沙发上跑，叉扣最喜欢就是餐厅下面这个小垫子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搬啦，你们两个不要捣蛋。我看妈已经开始工作。哎呦喂，全是我的书啊，好痛啊。这两个一点忙都帮不上，你们两个先回房间啊，一会儿被你发现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回房间了，他们好，你们两个先在房间里玩一会儿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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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都清空了，只剩下一个 WiFi 发射器。好大啊！你的沙发，你最喜欢的沙发在哪里？看，好像对 GoPro 比较有兴趣。闻什么，嘉哥？巧克力在地板上探索。地方打起来开心吗？怎么样？如果你们家变成这样，你们是什么感觉？